尸体的口鼻内，干干净净，没有吸入烟尘，应该是先被勒死，再遭焚烧的。被恶狼啃食是什么滋味？我也让你尝尝。京城若是人，这便就是他一块毒疮。暗流。侯大的罪行吧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只有尝到死的滋味，才知生为何物。难道凶犯都用尸体造出六圣血的形象？ 随即是个邪物，只要轻轻敲击，就会发出非常刺耳的嗡鸣声。彼今年河川之粟，久不至万里飞。